大家好，我是敏。不知道大家平常是喜欢荡秋千呢？我个人呢是蛮喜欢的，所以呢今天特地跑来嘉义参加一个相当另类的荡秋千大赛。但不是一般的秋千哦，是一个超高，高达11公尺的巨型竹制秋千。虽然它是没有开放女生参加比赛了，不过可以上去体验一下。如果我今天成功上去，没有腿软的话呢，那么这个秋千将会是我人生荡过最高的秋千。这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要去参加的嘉义荡秋千大赛是由嘉义下鹿头武当山玄天上帝庙所举办。哎，对，没错，又是玄天上帝。相传清朝时期，嘉义市下鹿头地区瘟疫泛滥，村民只好祈求玄天上帝帮忙。没想到玄天上帝居然指示村民在庙前面荡秋千来消灾解厄。然后村民们还真的奉神意去砍竹子架秋千荡了起来，想不到瘟疫就这样奇迹似的好了。杰克，这真是太神奇了。于是往后每年玄天上帝生日的时候，下鹿头村民们就会举办荡秋千大赛来酬神，而且这秋千一荡就是200年。时至今日都还遵循古法，只用竹子和藤蔓，不用一根螺丝来架设这个高达12公尺的巨型秋千。哇，压力，看到了，看到了。其实看起来好像没有很高，但站上去应该还是会腿软。哇，这手举起来，手举起来还看不到。我想是非常优美的，超级高。但开始观赛前，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香肠队伍也太强了吧！傻眼。有限量2000份的免费香肠可以吃啊！来，我们已经超出了那个停止线了，超出整个活动会场范围。阿嘴要冲刺了，输了。谢谢，拿到香肠了，还蛮大只的，待会找个地方吃。这边还有个美食街呢，超阿贵卤味，这怎么卖？80。80哦。我到嘞，我那打都贵耶，打要1000块。有。打千块。啊，那拢无几打。啊，咱即个大家买来，拢叫大家买无买白啊。哦，撞齐哟。对啊。哦，啊买一盒好了。这敢有好吃？好吃，好吃，好吃，你们你们讲。不是很好吃啊。超贵，吃到一半，突然有人朝我走来。你是孙女对不对？嗯嗯。看你行动要摸彩券。真的假的？我要下班了，我想要带到下午。我超贵才卡到，谢谢，怎么那么好？因为我没有想要待那么久，但他一直不摸彩，我来摆摊的。哦。摆摊。人渣。谢谢谢谢，我如果有抽中的话再通知你。你在发现洞，如果抽中再回你。感谢，刚才 yes， 已经是太兴奋了，竟然真的有摸彩券嘞！连摸彩券都蹭得到，太棒了吧，嘉义！但我刚刚真的是险些要被哈姆立克了。接着在煞气的女团击鼓声中，秋千大赛即将要开始了。首先登场的是25岁以下的少年组。赖世恩，上去了，先给他一点掌声，加油一下好吗？哇！这边小小的紧张啊！加油，赖世恩，加油！好，1号选手赖世恩，准备好了，再给世恩一点掌声，加油好吗？哇！心理状态有点不太行，他脸整个超铁青。对，选手觉得差不多了，他就可以呢准备结束。好像很难呢，会不会让我家那边锁死人不行，就上去当的跟他一样？会。好，我们的二号选手呢，赖世哲，哇，现在呢也着装晚聘哈，登上我们的高空的秋千架。世哲跨不出第一步怎么办？世哲直接下楼。好，暂时这样，这个也是一种选择。哎呦呦，又是的，我们试着说他可以的，来来，试着加油。不行，试着一动也不动，试着动弹不得，试着石化了。正当我以为少年组选手跟我实力差不多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狠角色。吹牛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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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了哎！哇，超尾巴好吃啊！但也是有这种类型的选手。好，现场来宾，我们给哲翰掌声尖尖叫！哲翰，啊！啊！叫沸羊羔，来了哎！哲翰叫了很大声，但是没有到比较高。至于这个比赛到底如何分出胜负呢？那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一个写着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的一个杆子呢？那就是他们荡到几公尺的一个。然后裁判们会用这个看起来非常阳春的直觉捏一下到底谁荡的最高，但阿伯到底是几公尺捏快点呢？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转头一看才发现那里背有一台摄影机，该不会就是足球赛中传出的 VAR 吗？原来秋千大赛也有 VAR 啦。激烈的比赛看到一半，突然又有人叫住我，是你来送银行杆，来我们现场的朋友，谢谢，来加油一下。Hello， 嗨！没想到八级，怎么这么好？谢谢，谢谢。怎么这么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嘉义粉丝，开局就蹭到宝。不过我还是想不通，他的手哪里冒出红蛋的？你这样混乱之中，我不知道为什么手上面就有这个蛋。随后我跟送饮料的粉丝聊了两句。是嘉义人吗？对，嘉义人。那你是专程来看这个活动？专程来找你。谢谢啦。小时候来看过一次。真的、哦、这活动在这里很夯吗？人没有很多啊，早上人比较多，而且拿抽奖的嘛。哦，对，那个抽奖奖品超多的，脚踏车有一排哎，一排只有两台，超凶。虽然活动本身没有很夯，但我们牌面不能输。紧接着要登场的是我觉得本次比赛最精彩的部分。这里导播帮大家切换一下其他视角。我真的是吓到快尿出来，太刺激了！这时候又有人叫住了我。你一个人来哦？对啊。那你住嘉义？没有，我是台中人。那你等下结束之后可以荡一下啊？可以荡吗？可以。他比赛结束之后，女生可以体验。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之后，女生可以上去体验。他的活动没有开放女生比赛。那你要上去吗？对。他是要报名吗？还是我本来以为要报名，但是我打电话问那个主委，他说你直接去那边跟他说你要体验就好了。真的？OK， 就是如此的随性。那我也好想上去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待会可以一起。成功推坑了一个粉丝去玩，嘿嘿。待会就轮到我上去体验喽。五三三，看这位。
好紧张哦，站在这里才开始紧张。穿上这套衣服之后，感觉很紧张。你惊不？哎、欸，会惊，会惊。我感觉做不惯了，阿弟怎么样？你先好了。太熟了，让别人先。会不会很可怕？不会，很好玩。不会吗？他说很好玩，我可以相信他吗？他说要先讲目标是几公尺。我有三公尺，有三公尺就不错了。第一名啊，一人吗？我的账户密码是。谢谢。好紧张哦。记得要助教你喽。好，助教我的。阿贝，你是不是那个荡十三公尺的？哎啦，真的、喔，哎、啊，九连霸的那个，是假的。哎、啊，你今年要参加吗？没有啦，为什么？受伤了啦。哦，是啊、喔，是荡秋千受伤的。没有啦，做康腿受伤了。哎、啊，要怎么荡比较荡得高？要熟人伸脚。熟人伸脚、喔。有啦，我都帮你搞。有。哎啦，啊，我讲有一个秘诀就是。手袂起伤悬，手我打伫只呢胸部只呢。胸部只。咱这胸部起来无？啊，真够有力，啊你起安尼看，你手袂安尼。哦，安尼较有力。有啊。哦。有力有啊，啊有力，所以咱咱妈胸部起来都有力。苦嘞，然后这样拉。啊，往正者，啊拉。你去试看嘛。啊得。哦。你感觉咱变作悬的吗？哦。你咱变作悬的变哪条啊？咱无啦。哦。秘诀。谢谢谢谢，遇到秋千柱教我秋千呼吸啊。那么这次真的要换我上了，好紧张哦！有开，先站这里吗？哇！好可怕！先蹲下来吗？站住！是你在现场吗？啊，好可怕！气的时候，我要放弃了。在你想放弃的时候，怎么这么好？可以停了吗？在你想停下的时候，立刻就有人帮你停下，因为秋千不是一个人荡的、啊。谢谢谢谢谢谢谢，直接腿软了，超可怕。他第一把真的是死命的推，然后放开之后，我真的腿软，所以荡秋千比想象中还要慌，超可怕。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参赛礼物啊？哇哦，扬眉吐气，熊太公限定存钱筒，加油啊，加油，加油！那刚成交了一分，我很紧张。穿上这套衣服就不能确战了，我已经不能回头，很可怕，很可怕。没错，接下来粉丝这段是我觉得本次秋千大赛仅次于双人秋千的火箭级高光时刻。刚刚跟我打招呼的粉丝现在也要上去荡了，我们看他等一下会叫多大声。他的表情很不对劲，加油！粉丝快要哭出来了，我快笑死了，他表情好痛苦。加油！尖叫！我笑死，我笑死！好狰狞！
他一定会恨我。好不好玩呢？我看你的表情很崩溃，我真的在犯累。真假的？对啊，有啊，有看到吗？好像有哎、欸，眼角余光有一点。他哭了。我刚刚这个跑马灯这样子。为什么我在这里？是不是自己是不是很后悔接受我的提议？一开始要扣的扣的这样。他把梯子拿走的时候，你还跟他说等一下。你知道我还跟他说不要太高，不要太高。我也听到。我怎么在深呼吸啊？我想说我都已经来了。我看到你还在那边换气。对，我们现在拥有同一个纪念品。真的，好棒哦！我们一起拿出来吧。是我们的中华器啊！这是存钱筒，这是存钱筒。秋千大赛成功！哇，谢谢你啊！以上就是这次的嘉义荡秋千大赛啦。我以为我开过高空车会比较不害怕，但实际上还是怕到爆。不过老实说，是个非常好玩的活动。而且跟体力身材都没有绝对关系，只要站得上秋千架，基本上就可以玩。虽然女生不能参赛有点残念，毕竟第一名奖金有10000块耶。如果你看完也跃跃欲试，非常想荡上一把，甚至已经在前往公园的路上，那么明年农历3月，请务必锁定玄天上帝圣诞之际的嘉义限定超刺激跑马灯微露出之高空荡秋千大赛。最后，假如你还知道任何像荡秋千大赛一样有趣的在地活动，也欢迎告诉我哦。最后离开前，不小心眯到有人在体验双人荡秋千，我整个被玄天上帝注入勇气，居然又去报名。黄博勋冠军，第二名哎，秋千亚军要跟我一起荡，阿荣师，阿荣师，他说听他的口令，对，对，好，不要太高啊，高一点。谢谢阿荣师让我解锁前所未有的领域。我来小队，小队然后大波比，好 happy， 超懂。